原來又過咗 lunch time， 我又唔記得去開户口。依家開户口唔需要親身落分行噶啦，用手機搖佢開户就得啦。除了可以透過線上身份認證開戶之外，中銀香港在兩年前已經跟政府合作，成為全港第一間採用 iM Smart 認證客戶身份的銀行，做到手機搖佢開戶，24小時都用到銀行服務。開完戶仲可以直接寄張卡去你登記的通訊地址度添。咦？你幾時去咗中銀香港度做㗎？未啊，我想入去做咋。中銀香港除了是香港三間發鈔銀行之一，亦是香港唯一一間人民幣清算行。近年他們還在大灣區和東南亞一直都有發展，聽說他們還很著重員工的需要和意見，他們的年假醫療福利都很吸引，買樓還有員工低息貸款優惠。蛤？現在還請了什麼職位？找工預埋我。我已經看中了其中一個 post 了，等陣放工就會立刻去申請。還以為你已經在應聘。我也想，不過機會是可以自己創造的。你看看，去參觀人哋個 innovation lab 有咩用啊？嗱，大 tour 嗰個咧就係 IT 部嘅代表，你諗下，到時同個員工了解多啲，遲下對我哋建工實有幫助啊！咦，你好啊，我哋係嚟參加今日嘅 tour 噶。咁早？仲有一個鐘先開始喎。係啊，因為我哋對中銀香港嘅創科技術好有興趣，我係 Vivi。Kyle 點稱呼啊？我叫 Joseph， 是負責今天整個項目講解的同事嚟嘅。咁既然仲未開始，不如我帶兩位過去那邊 common area 坐坐先。呢邊。近年中銀香港致力喺金融科技發展，同時積極配合政府推動科技創新，吸引咗唔少嘅創科人才加入我哋。咁點先可以突圍而出啊？加入咗係咪仲有好多嘢可以學㗎？好問題，做創科有創意同有 passion 就一定㗎啦。而中銀香港一直很重視人才培育，還有很多同業界、創新科技公司的研討交流機會。哇，個市又升了。咦，你是用什麼 App 看股票的？當然是用中銀香港股票 Widget App 啦。不用找 App 之餘，還可以在手機場面極速提示和登入手機銀行落盤，可以同時兼顧安全和方便。你們的團隊真的想得很周到。咦，你們都做開發的？我主要是做手機銀行 App 開發的，你知啦，而家做 App 真的要知道客户想乜嘢，要跳出框框才可以突圍而出啊！係咧，我都留意到中銀香港近年好積極發展創科方面喎。冇錯，近年我哋銀行致力推廣創新金融同數字化發展，深受業界認同。例如我哋一直發展緊 NFT、智能合約等等嘅項目驗證。中銀香港同時發展咁多項目 ，IT 部會唔會想增加人手？會啊！中銀香港持續投放很多資源在創科發展，所以一直在各方面都積極招聘人才，特別是雲平台及微服務開發、人工智能技術應用、手機 App 開發、Open API 開發和架構師等等。加上我們銀行一直為同事提供多元化的發展機會，包括創科培訓、跨部門交流、派駐東南亞或者大灣區等，還有學費補助，鼓勵同事積極進修，希望同事可以有更好的職業發展。放心，我對金融科技充滿熱情。我有創新思維，樂意接受挑戰，具有良好團隊合作精神。我哋已經準備好加入中銀香港團隊啦。如果你哋想加入，留意翻中銀香港招聘官網就得噶啦。其實時間都差唔多啦，tour差唔多開始，你前請。